42公里是跑一次马拉松的距离。42公里亦都是修例风波以来被破坏了香港栏杆的长度。那些本应保障道路畅顺、人身安全的栏杆，在无情的摇晃下，一个一个被拆除。这些人仲妄想咁拆除法制的呢道栏杆，但他哋却忘记了，另外有一道栏杆是永远都拆唔到的。而呢一道拆唔到的栏杆，沉着又坚定，佢屹立在正义的前方，保护着市民的安全。佢经受过时间的考验，将来亦都可以受得住历史的见证，不会令支持他们的市民失望，亦都不会令香港失望。而这道栏杆就是香港警察，我们平安的保障。请不要将香港的法治和良心扔到去遥不可及的距离。